间表嘛，大概几月？你说，过年然后不到整张专辑。我没有时间表，但是公司有在催。今天就是帅气的西装，我其实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同色系的套装，对，就不知不觉穿上去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。对，有逛过展厅，然后也看到蛮多不同区块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很多镜子收藏的那一块，因为我一进去就看到很多的很可爱的盘子，下午茶子那个我很喜欢。昨天好像晚上有星座比较跟他见面，要不要聊一下？啊，对，今天晚上开始就有一个跟Steve Aoki 跟Max 合作的一个新的英文单曲，然后也有中文版本，两个编曲完全不一样，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喜欢哪一种版本。他有可能有 MV吗？现在在赶工。对，会不会越出越成熟，然后变成一张专辑？我希望，我就对，因为好像现在比较多的形式是一首一首发嘛，所以我就给了自己一个借口，专辑就还放不在 schedule 里面。有一个大时间表嘛，大概几月？你说过年，然后不到整张专辑。我没有时间表，但是公司有在催。对，现在还是在休息阶段吗？对，我现在还是偶尔才会有一些零星的工作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。反而有一点不习惯，因为之前记者会都是跟大家分开的状态。对，看到茄子蛋有跟他们聊天吗？有互相评论一下彼此穿什么衣服。所以他们穿着有搭配。我觉得他们穿得非常帅，拍一些有趣的照片，到时候再秀给大家。今年年底大家讨论说跨年的演出，你有没有机会看到你的表演在台湾？我也还不清楚哎，因为行程表都在经纪公司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。